299包邮的。299包邮这个真的是太诱惑人了。然后我这次又买了几件衣服，然后会有一个新衣试穿的环节，都是一些便宜货。开第一个，应该是我买给我男朋友的。那时候我就买了一个那个阿公背心，然后就太小了，就没有办法，他穿了整个就是鸡凸点，他不敢讲敏感词会被背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XL 的，我看他穿不穿得下。超级便宜的背心，是这样子的。它有我最喜欢的刺绣元素，虽然我不知道它在刺什么字。这个好有那种美式黑暗风，黑色的工字背心。这个背心呢，它的袖子这边是有一点点的小皱皱，不知道是要干什么。可是它的版型大致上是还蛮 OK 的啦，刺绣也是做得很漂亮的，薄也不会很薄，尺码我觉得是偏小。侧面我现在是只穿改头缩腹了，蛮短的，因为我肚脐在这边，然后它是长在这里，中规中矩，还蛮百搭，很酷的那一种。这是一条辣妹裙，它是这样子，它旁边有这种褶皱的，看上去好像蛮好看的耶，材质也很不错。一下不知道穿上去会不会有辣妹感，还是会过短，这样子看是蛮长的啦，它穿上去它可能就会缩短了一点。这个好黑暗好酷哦。裙子呢我是觉得还蛮好看的，其实是可以很长的，它可以那么长，可是这样长就很丑，然后我就会把它拉，就是有皱褶拉短一点，也不用太短。而且意外的是这个裤子它竟然有打底裤，便宜赚到的感觉，是只要你不要骨盆前倾，这样子就会还蛮好看。请把你骨盆收回来，正面更加好看，是很百搭的，我真的很喜欢。这个应该是我啊，这个是299包邮的，可是我就一直过在那个299包邮买，因为如果一次过的话它的邮费很便宜。看一下是多少，好像比如说我这两件牛仔裤它的邮费只是23元，也太贵了吧，操，23元耶，23元算过来是15块邮费，两件牛仔裤。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看吧。这件垫裤呢是我还蛮常买的，叫做 Rina。 我买的这一件这感觉很好看，它是深蓝色的，这个下面有一个这个蝴蝶结，超级可爱，就很甜酷辣的风格，不知道穿上去怎么样啊，是我的尺寸吗？我买的是 XX size。 这个裤子真是让我惊讶，是有蝴蝶结的，就是喜欢这种小心机的设计啦，好可爱，少女型。那它版型是整个是一个直筒的，如果你的腿 会有一点歪的话呢，也很适合这一条裤子，它就是深色，然后也很显瘦，小腿胖啊或是大腿有点粗的人，你穿这条裤子它整个就是很能折，整个很完美。还有一件这个，我想在他这间店买裤子，不知道裤子的质量真的是还不错啦，是可以过关的，在我的心目中，而且很便宜。我要去吃个杂菜饭就可以穿这种裤子，松松垮垮的，然后就我去那个吃饭的地点。Change life, happy day, 这很满意哦。这个裤子我实在是太喜欢了，穿上去的时候好凉啊，整个这个风从这里涌上来。这是口袋是假的吗？啊，是真的，我以为是假的。口袋也很大，可以放很多好东西在里面。有一个超神，紧度我是觉得中等辣，也不会太勒的程度。它的版型是那种伞状的，屁股很大的人也可以很好的驾驭这一件裤子。嗯，把衣服放出来就这样。米褐色，米白色吧。它不知道什么照片里面有一点深，可是我现实看是比较偏微米色这样的。好舒服，很舒服，太舒服了。哇，还有做手套，好棒。如果你们是准备漂发的人，还是已经漂发的人，你们一定对这个不陌生，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需要，不可能会一直去染头发，因为我们漂发的话也是很容易掉，所以呢就要用这一个有颜色的护发素来维持你的发色，就不会那么伤头发。然后我就回购了一支，这个是什么色的，反正就是深色的啦，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想要有浅色发色了，其实要跟上面的统一，所以我就买了深色的，这样就可以减少染头发的次数。我几乎真的一个月染一次头发。哎呀，不想挤耶，因为它这里就是一个这样子青色的啦，如果你们要红色什么，它很多颜色可以给你选，然后你就买了这个，然后再 mix 你自己便宜又大碗的护发素，然后就勾勾勾勾，然后就抹，然后你就得，然后就冲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个是超级大包，这一袋呢我是在少女凯拉买的，因为上一次我是在酷米，这次我就在少女凯拉买了6件，好像才108，6件108，一件是10块多。这是一件啊，这个感觉好大哦，感觉会掉下来耶。它是一个这样子抹胸，牛仔抹胸，
服裤，这个还是还蛮贵的，给它试一下，很辣，可是它好容易掉下去哦，好危险。我现在是有贴胸贴，怕我没安全感，可能要走几步路我就要拉一下吧。如果比我高的人在这个角度往下看呢，就我的牛板会出来跟他 say hello， 可能要搭在那种短袖 T 恤就会很好看吧。可是我这样子拍拍照片是还 OK 啦，就这样子凹个造型是还可以，就是肩膀一定要给他这样子，还蛮好看的啦。哎，这个背包看，那旁边这个也是有洞洞，所以我觉得很难就是这样子单穿出去。是牛仔谁不爱呢？哇哦！我本来要跟我姐一起去沙巴旅行，结果她最后把我鸽子。那个时候是要到她生日，然后就说她的那个主题是白色，她就买了一件这种白色洋装，然后旁边会有这个。这一件熟女装呢，我是觉得我穿起来好像有点偏胖，后面是有松紧带的。哎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下面这边被遮到了，所以看起来奇怪。可是如果你单单看上半身的话，好像是很 OK 的。你要穿去婚礼，什么是还蛮 elegant 的。有一个袖子在这边连接去它的本体，让你的袖子不会掉下来，就会一直 hold 住在这边。我觉得我很像一个卫生纸现在。可是如果太烫应该是可以的啦。如果玩手机的话，就会变成这样子的模式，两卷的卫生纸都在我的手上。想要拿，跟我拿卫生纸不？来，给你一张，给你一张。经过我的尝试呢，袖子是不能拉到这边的，它也是很会掉下去。轻易套出又轻易套进，很奇怪，就是不要买了这一件。看起来好像小朋友在穿妈妈的衣服哦，到底在搞什么啊？经过我自己拉了拉一下，的确是还蛮好看的。这个皱褶这边就是要一直不停的拉来拉去，拉来拉去，好麻烦。还是不买了吧，这种痛苦就留给我来承担。这就是我宠你的方式。是粉色裤子，超便宜。这个等一下我试穿，如果这个好看，你们真的可以穿很多颜色。然后它才，我买的时候是12元，布质也很柔软，也不透哎。它的这个绑带还有这种奇怪的字母，好喜欢。来，我试，还不错哎。可是我穿的非常的高腰，但因为我自己身高不是很高，我是158，所以它这拖基本是拖地款。如果你是腿很长的话呢，应该就不会拖地。我是穿到已经是胸部以下，如果过胸部也是可以的，就不会拖地了。穿个高一点的鞋，反正就是矮个子真的少不了一个高一点的鞋，垂坠感是有的呢。才13元呢，你想要怎样？刚才看了，它现在还有，它现在是15元，它有深蓝色、黑色、粉色、绿色，就有4种颜色。赶快给我去买！如果你家里缺裤子的话，而且它也不会拔，后面就是这样子啦，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很喜欢，这个是 T 恤，我觉得这整个皮肤还蛮球的，因为是海运。我就舍不得加钱，因为其实可以加39元就可以变空运，我就舍不得啊，谁舍得？你舍得你加？这个是小熊的，有是刺绣，可是我看到刺绣就是我钱包给你，拿去我的钱包，你以为它只有这样吗？它后面有一个大刺绣，超级可爱，可是它的线头有点跑出来啦。这个应该也不贵吧？20元，20元有一点线头我是可以接受啦。这小熊在画画，它在画它自己。好可爱哦，这个是什么？湖水蓝，青春蓝。这个 T 恤呢，我只能说或许是因为它现在有一点点的皱吗，看起来好普通。果然如果你胸部跟我一样有一个厚度的话，就是不要买这种弱肩款，看起来就会很雄厚，好像在那个森林随时出现的大黑熊，就很厚一片。就其实我们是瘦的，明白吗？我是看把它的袖子折一折，改造了一下是还蛮 OK 的了，就是露了一点点的小腰腰，然后把它折起来，整个感觉就比较干净利落。这个衣服其实是还蛮喜欢的，不管它版型怎么样，因为它有一个刺绣熊就已经很重我的心了。那我期待把它穿旧的一天，然后我就可以变成家里衣，这个颜色在家里穿好舒服哦，有没有？那我买还蛮贵的，我记得。这一件呢也是一件 T 恤，然后它是有一个爱心的金属银色的爱心的感觉，可是我不是很喜欢这一个的布质哎，比起这个的话，这个感觉比较纯棉，我比较喜欢纯棉。这个好贵哦，这个是我在里面最贵的吧？哎，不是，这个是第三个贵的，27元，还蛮有质感的啦。它这个银色没有很银哎，可是镜头上面看还蛮银的。这件 T 恤呢，就是它没有塞进去的话是这样子，展示一下它真实的面貌，是很普通的一个偏薄的白色 T 恤，隐约看到我的牛仔裤的颜色，我牛仔裤是从这边下来的，不可以穿那种很深颜色的内衣就会看得到，除非你是想走那种不在意别人看到你内衣颜色的路线，那我就不理了。讲真的，这个衣服真的是让我很失望哎，真的是让我好失望啊！到底在搞什么？把头发放下来一下，果然靠头发遮一下就会比较好看一点啦。就是我的头发帮这衣服加分，不是衣服帮我头发加分，就是它的材质就是很廉价的感觉，可是好像贵的布料都是这样子的耶。我记得我以前在民工买过一件 T 恤也是这样子的，我还买了一件黑色的，想要跟我男朋友来个情侣装，现在怎么办啊？还能怎样？我们就两个穿着皱皱的衣服出街了，因为我家里是没有烫斗的，就算有我也懒得烫，我就是这样子懒。最后一件，这个是很学院风里面最贵的，
32元，有领的那种宽松 polo 衫，也是刺绣的，我还发现。哎，刺绣我真的好爱哟，上辈子是刺绣工吗？这个感觉很不值得哎，它的那个 quality 好像普通普通。那写什么字？我也看不懂哎，什么什么什么 office 和 best。Future 这个 polo 衫深蓝色的这个领子配上黄色的衣服，也是一个落肩款，我觉得很瘦很有骨感的女生呢，很适合穿这种。应该是小大哥，很瘦偏骨感的女生呢是可以穿这一件的，不会显得很厚。像我的话就会显得很厚一个人，就是旁边看起来就是以为我怀孕了，其实我是瘦的。我下面还搭配了一个这个码子，跟我的这个领子有呼应，可是我觉得好像有一点不搭哦，很学院风的感觉。如果你是很喜欢这种宽松的版型的话，可以入这一件。橘好亮啊，感觉我要去马路指挥交通。橘色呢跟蓝色非常的搭，好看的一个搭配色系，你们可以试试看。我觉得每个人衣柜一定有很多的牛仔裤，你们可以试试看买那种橘色的 T 恤，真的会很好看，很亮很舒服的一个颜色搭配。这个背心它这边是细的，所以看起来会比较 sexy 一点，没有像刚刚的那个工字背心那么的厚，跟那种泳衣的感觉。来开这个大箱的，包的还蛮好的耶。有这样而已吗？这一个收纳柜，亚克力的，我真的爱买收纳。每次开箱好像都有收纳的东西，因为我才刚刚搬进这个家，根本不需要收纳的东西。我觉得很好哎，亚克力，其实我很怕那一种亚克力，它是那种很薄的亚克力，或者它开的时候很卡。可是这个它不会卡哎，然后我还买了两个，它也是29包邮的，我以后可以跟这家买了。有很多的尺寸可以选。打光板是我的命啊！这个是大的，我买的这个超大，可以放个面。好喜欢哦，把两个这样子叠加在一起，卡住，就这样子叠在一起，没有花掉哎，它包的好好。看他们家评论真的很少，旁边有一点黑黑的，右手指刮掉就没有了。好好看啊，没了，就这样的，开箱就到这里了吧。我要去收垃圾了，超多垃圾了。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，然后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